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阿门。我们再把圣经打到提摩太后书。第三章。从第六节开始，第四节，从第四第六节，那偷进人家牢笼不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们继续来交通敬虔。上午我们讲到了那个假敬虔呢，是外貌敬虔，是他本身是罪人，又牢笼了一批人。这一批人被牢笼，天天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他把这些人牢笼在哪里呢？罪里头。很明显的，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是不是啊？这些妇女担负着罪恶，我们今天谁担负我们的罪？以赛亚书里讲得很清楚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而这些妇女担负着自己的罪恶，对是不对？不对。对。那现在这样的教会多是少？多。牢笼一批人就叫你在罪恶里。是。你信几年都是罪人。对。圣经明说因信称义，他们就非要因信为称义，正好和神的旨意上反着来。是。神说因信，他就要因行，因行你倒行好呗，他还行不好，还犯罪，每一天担负着罪恶，没少学习呀。这是假敬虔在教会中间给教会带来的危险，说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危不危险呢？危险。但很多人不知不觉就被混到中间，就被搅到中间去了，是，就跟着跑，跑20年、30年都不能明白。为什么不能明白？因为上帝叫你因信白白称义，他信不了啊，他让要白白称义，那不行，我得总想法加点东西。加你得加进去啊，还没加进来，天天要加圣洁没加进来，加敬虔没加进来，加行为没加进来，加手没加进来，所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头担负着罪恶。我们今天和他们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的罪也被耶稣基督担当了，他们是自己来的担负罪恶，每一天都担负罪恶，每一天想方设法不犯罪，这是他们最明显错误的地方。就是在网上单独给我设立一个群攻击王玉浩，专门有一个群是攻击我的，那群叫什么？揭穿王玉浩什么异端，王玉浩是异端，揭穿他，专门建立这么一个群。我有福了，因为耶稣论八福的说，当人为我的名，为人子的名，是不是、啊、仇恨你们，抵制你们，辱骂你们，甚至说你们是邪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因为他们对待真先知也是这样的，上古时代在旧约里他们对待真先知就是用这种方法，把真的定成异端，把假的高举起来，这就证明他们是魔鬼的儿女，是众善的仇敌，是抵挡主道，混乱主道。他们为了利，牢笼一批妇女，牢笼这么一批人。当然了，不光是妇女，这是指那些教会糊涂无知的教会就接待了这些异端，他们是真正的异端，他们把人牢笼到罪恶里。你今天不提什么都可以，你就不能不提罪，你要不提罪他就给你定成异端。你别提耶稣，你别提神，你别提耶稣在十字架做成救恩，
你怎么说？你怎么活？你在天天在罪里打滚，他不管。你要不提这个字儿，他骂你活老祖宗，你就赶上挖他老祖宗的坟地一样，他就会骂你。他说你是异端，为什么呢？你提耶稣，这不证明你不是异端。你只要不提罪，他就称你为异端。所以呢，他把这群人用罪牢笼在这里，用律法，只要在律法下，你就在罪恶以下。在罪恶以下，你信一辈子都得下地狱。是，这就是魔鬼的计谋。魔鬼借着这一群人诸多的嘴，来证明我是错的，他们是对的。叫这些人作为魔鬼的差役，叫他们来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外貌镜前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实际上心里头圣不圣洁呢？不圣洁，心不圣洁。前面就讲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卖主，任意妄为，是不是啊？爱颜良，不爱神。最后他们的结局是哪？死。这些稀里糊涂的人就跟着跑，有抬轿的就有坐轿的，是不是啊？有卖的就有买的，有吆喝的就有出去看的，是不是啊？卖假药的这群人，江湖骗子，对，是不是江湖骗子？是。这些江湖骗子在教会中间，现在多半的这些人在教会中间称王称霸，是不是？谁要不照他这么，就丢了他的面子。所以他想方设法设立群，要把他挽回来。就像扫罗王，上帝已经废掉他做王，他想方设法就逼迫大卫要把这个王位巩固下去。神已经废掉他做王了，他再去维护自己的政权，能不能维护了呢？不能，不能维护了。神已经是废掉扫罗王做王，立大卫高大卫做王，所以他怎么维护也维护不了了。这群人做最后垂死的挣扎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怎么挣扎也没有用，神已经断定了，他们是异端，他们传讲的是错误的道理。是。他不在救恩上，他尽管他给别人定异端，上帝早就给他定异端了，他尽管是不是牢笼这批无知的妇女，但上帝有一天是把他的愚昧给显出来，他再也不能愚昧了。上帝要把这愚昧向众人显明出来，他是错误的。是，他牢笼是为了得利。你就在我这个聚会啊，咱们是对的，咱们是最纯正的。是。还有，我们是家庭教会，我们是什么什么教会，是不是？教会是基督教会，对，不属家庭，对，不属地上任何的名称，对，你叫任何名称都是错误的，对，我们是弟兄会的，这怎么又出来弟兄会了呢？错，我们是蒙头教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基督教就是基督教，怎么变成名称了呢？是，家庭教会，教会属家庭的吗？不属。是。如果不在家里聚会怎么办？在旷野聚会算不算教会？是。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很多人把这教会当成建筑物了，所以他就把一群人牢笼在这里头。只要在罪里头就好辖制你。是。只要你在罪里，魔鬼就好辖制你。魔鬼目的是什么？他牢笼你，叫你永远不能得救。对。你不信神吗？我叫你永远不能得救，叫你不明白经文，叫你最后呢走来走去你还是在这里头。是。所以这群人就，所以这里边保罗说是危险的日子要来到。危不危险啊？危险。就牢笼无知的妇女啊，这些妇女自己担罪，自己天天担着罪，你敢说你就没罪了吗？你看他跑哪里头就论罪去了，跑肉体里头，你敢说你没罪了吗？我们有罪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就是除罪的羔羊。是。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。我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没把我的罪除掉，那耶稣是我的救主吗？真到耶稣面前，罪还在我身上，
上你告诉我除没除掉罪？没有。你真到耶稣面前是假到耶稣面前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所以这群假敬虔的人在教会中间现在都称霸了，称王了。是，我先告诉你，黑暗先掌权，这是耶稣说的吗？是，现在你看诸多教会都是黑暗在掌权。是是，这个黑暗就是属黑暗的人，属罪恶的人，在教会中间没有重生生命的人，社会上混不下去，跑教会里来了。跑教会目的是什么？牢笼一批人，社会没赚着钱了，我得上教会赚钱去啊。社会上没有扬名的地方，上教会扬名啊。社会上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，上教会升官发财啊。现在99%的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在前面都是黑暗掌权，对，都是不信的人混进来的。是的，你们要小心，这是圣经说的。圣经就说这群人是牢笼无知妇女的，凡是把人牢笼在罪里头的，叫自己担负着罪恶，天天有罪，怎么信都有罪，就没有指望，就在罪里头，这群人就是黑暗的。是，因为罪就属于本身就属黑暗，是不是？耶稣来说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没跟从主的人上教会里来当一把手，你跟着跑吗？不跑。你跑来跑去，你跟他一同属黑暗的。你跑吧。他们在教会中间，黑暗掌权。就是历史里来，从耶稣那个，从上古时代一直到耶稣那个时代，耶稣就明明就这么证明的，就是这些人抵挡救恩的，都在教会中间，在宗教的仪式中间活，这群人抵挡耶稣，抵挡保罗，法利赛人，假冒为善的，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着敬虔的实意，这一群人在教会中间。那称王称霸，最后呢，混乱主的道，把弟兄姊妹全牢笼在罪恶里头，想出出不来，历史历代都是这样。谁传正道，从亚伯的血一直到撒迦利亚的血，都要归在世代人身上。你看，历史历代都是这群人，这东西留后啊，留种啊，你知道吗？历史历代从亚伯那个时代就开始留种。该隐就是他们的老祖宗，逼迫教会的老祖宗，凡立志敬虔度日的可全逼迫。你真想在地上靠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，托旧人穿新人，他肯定逼迫你，他给你定成异端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3:12，找到吗？不单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里。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你真敬虔要度日的，他真出来逼迫你。对，魔鬼知道谁要敬虔度日的。是，魔鬼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真要明白救恩，他真要逼迫你。不怕。那个传假道的，他为了维护他的政权，维护他在教会中间的一席地位，他肯定把不属跟他不是一伙的人马上往下裁。是，是不是马上往下打？因为他目的不是叫弟兄姊妹得生命，他想得钱，他想得名得利，他想得高位，是不是在教会中间树立自己的威望，树立自己的权威。所以这样呢，他不可叫你在教会中间传真道，传真道他就劳动不了了，就打了他的饭碗子了。你再传我下面我怎么传呢？我知道你传的是对的，都是圣经话，那但是我也得抵挡你，因为你传对了，我传错了，那人都跟从你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是他们的心理，他们整个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。因为有一种东西在支撑着他，魔鬼说：“好，你不太爱钱财吗？你就现在在教会中间，我把教会的权柄给你，暂时给你，
暂时叫你在教会中间掌王权，你牢笼一批人，把他们全圈在罪里头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是。你别给他们传义道，你给他传罪道。挪亚传义道。嗯，是。你今天传什么道？义道。现在这个教会中间99%的传罪道。是。是不是？对。叫你永远在罪里头。永远在罪里，你就永远属谁的？属魔鬼的。犯罪的是属魔鬼的，从神生的必不犯罪。对，嗯，这样叫你属魔鬼，你说多好啊！魔鬼说：“哈哈哈，这下可行了。”魔鬼历史里的用一些代表，代表他出场。对，来牢笼一批人，辖制一批人。目的是叫你下地狱，叫你跟他做陪葬品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他想叫你下地狱，他有方法，他自己不亲自出面。如果他亲自出面，你会吓死的。嗯，所以他亲自不出面，他借着一群属魔鬼的人，外形是人，嗯，里面是鬼，对，就这么一群人，凡抵挡救恩的人，是不是？凡从创世以来。没有预定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他们都期待抵挡救恩。凡从创世以来就没预定得救的人，他们都成为魔鬼的差役。所以他在教会中间单独这么一群人起来，99%的，我说99%，不信你去考察，就是99%。你去考察，哪个地方去考察？诸个的考察，不管他是多大的牧师长老，你看他属谁的？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你跟他一对话，你就知道他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属真理的人，你跟他用真理说话，他就喊阿门，就真理从神来的，是谁也没办法驳倒的，所以他就喊阿门。不属真理的人，你跟他一讲真理，叫我呆。这怎么背呢？碰到他的拉拉骨子了，是不是？只要碰到他那个地方了，碰到他的利益，沾到他的利益了，你不管他对错，他竭力的反对，嘴直冒沫的骂你，是，是不是？是，两嘴牙直冒沫的骂你，为什么？打了我的饭碗子了。不管你是神的人，你来影响我了，你行了许多神迹，人都跟着你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问题是什么？也有许多人，他的神就是自己的什么杜甫。也有许多人，他的神不是神。对，这杜甫就是他的神，他为谁服务？为杜甫。我们是为谁？为神。为神，他们是为杜甫，所以他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。他不愿意叫众多弟兄姊妹，海海的有弟兄，教会里好几千人、上万人、十万人、百万人，都往那条灭亡路上引呐，都往那里涌呐，他们都没明白救恩呐，好不容易卖鸡蛋，那老太太卖鸡蛋卖几个钱，那农村的老太太拄个棍儿上教会里的，从奉献去。别事先不说，先去奉献去。你问他明没明白经文吗？他也不懂，也记不住啊。那大姨呀、啊，耶稣为谁死了？谁知道了？去教会干嘛？我今天卖点鸡蛋呢，我奉献几个钱呗。他家卖枣卖几个钱拿教会去了，卖鸡蛋卖几个钱拿教会去了，奉献去。但这群人，你说该不该杀那些传道人呐？该，该杀的。他就牢笼这一群什么也不懂的人，就牢笼在那里头。大一样，这边有讲真道的，你先别奉献，你先听明白真道。不行，你那地方人太少了，没有气氛。我上那个地方，那人多多多热闹啊！图什么？
热闹，图热闹，看热闹。行家看的是什么？门道。那外行看的是什么？热闹。是不是外行？是。对，就真理是外行，去看热闹去了。听别人说奉献啥，多奉献得多蒙福啊，就为了蒙福，哪儿蒙福？肉体蒙福，多奉点好蒙福啊。当然，我不否定弟兄姊妹奉献，奉献你明白就完了，奉献可以啊。是。你得冠冕，得奖赏，是吧？你得主的在天上给你的荣耀，好不好？好。但你没明白就完，你奉献白奉献。你给谁奉献呢？都喂狼了。是。是喂狼了。是啊。那一群狼啊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全是残暴的鬼的灵啊。他抵挡救恩是谁的灵？鬼的灵。鬼的灵。如果我不查圣经，你给我定成异端行。我查的是圣经。现在怎么，土豆王都跟他们一伙的，土豆王那个领导。就跟那些安息日会的有关系，把我所讲的道全部给删除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势力多邪恶呀！势力邪不邪恶？就抵挡我的这个势力，他其实不是抵挡我，因主的名抵挡我的，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抵挡我，因为我传的是主耶稣真义呀，真敬虔，敬虔的真义，是不是？他抵挡我，是抵挡我吗？不是，是抵挡神。所以他临死的时候的挣扎抵挡神，抵挡主的真道，有一天主会报仇的。是的。摩崖地，以色列经过摩崖地，摩崖地那个领袖，那个王巴兰巴勒召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，最后上帝报不报仇啊？报仇，一定会报仇的。是的。今天我们传真道的，在前方有人拦阻，上帝报不报仇？报仇。耶和华是施暴的神，是不是施暴？施暴。你在这拦阻，你不是拦阻，你螳臂挡车，你拦阻整个的真理的车轮呐。螳臂那个螳螂啊，那个用臂去挡的车能挡住不？啊，那螳臂挡车呀，匹夫撼树啊。一定会死的，是，一定会灭亡的，是。今天有多少人站出来，他挡的不是人，对。正如加玛列说，他所见证的，如果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是抵挡人，乃是抵挡谁了？神。你是抵挡神了。就这些人，他们在朦胧，根本就朦胧的，别人给你讲的耶稣，你都没明白耶稣是谁，就被牢笼里头了。一下就圈里头，圈里自己就没办法出来，因为已经被那种气氛烘托的，被那种氛围烘托的，你就享受在那个人群中间那种快乐，根本没遇见神，呼呼啦都跟着耶稣走，真正摸见主的人根本就不多，是不是？呼呼啦啦都在后面都蜂拥而上，对，其实真正摸到主的人特别少，是。别人说完后是一端，那下面是一端，不要听他讲道啊，听他讲道你就会跟他一同成为一端，是不听了，对，是不是？不要看电脑，看电脑电脑里出来个鬼就把你抓进去了啊。我不看电脑，往往就借着这些话看我讲道的人特别多，别看啊，外号是一端，你看了不行啊，禁止看。人的心里有一种欲望，你越不让看，他越想看。我到底看了怎么一端？进去一看，不是一端。哎，他给我传福音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像大爷谁认识王耀浩啊？谁不认识王耀浩？还有那些人，是不是、啊、刚进教会的人，他认识谁是王耀浩？他就把王耀浩这个名先在那里传，他不传耶稣，传王耀浩去了。一传完号，大伙都点完号，通过完号的嘴把耶稣基督的名传出去。感谢主。你看不看见？他们以为是这样，就像巴勒召巴兰咒诅以色列民，他一开口变成祝福的话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想定以色列人的罪，咒诅以色列民，但
但上帝借着巴兰的嘴，不是咒诅，乃是什么？祝福了。神会改观人的嘴的，对，是吧？神会调转人的嘴，人的口的。君王的心在耶和华面前如同垄沟的水，随意的调转。那垄沟水，你又愿意叫他往哪沟里躺就往哪沟里躺，是不是？你不说了算，拿着镐头，你这么一拨了就过来了，水就过来，是不是？是吧？照样，地上的君王的心如同垄沟的水，随耶和华的意思调转。对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，不是把弟兄姊妹牢笼在一个地方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来看，再看看他们的，再看看我讲的道，看到底谁讲的是真的。我是领人归义，他们是领人归罪。他注重罪比主注重主还大。我们是注重主的救恩，注重耶稣，高举的是耶稣，藐视的是罪，轻看的是罪。他们重看的是罪，轻看的耶稣。哪个对？啊，哪个对？重看基督心是你的，不是别人的。你是独特的你，你别随便随便畅饮，好不好？你的命也是独特的，独一的。你别把你的命随便交给撒旦，交给魔鬼，交给那些异端。你明明是一端，他喊别人是一端，你说这人多可恶啊！他传的明明不是圣经的真意，你只要不照他来传，他想方设法反对你。所以就这些人是牢笼无知妇女的人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这群妇女啊，学不学习呢？这学习那学习，这神学那神学，哎，我的天，那资料啊，家里那资料啊，能把一个人压死，是不是？一大堆的资料，什么资料？这神学那神学，全是神学资料，垃圾。这圣经给扔在一边不要了，把圣经不要了，要资料。圣经是神默示的，不要要的人的资料，垃圾一堆，是不是？一大堆的资料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，对，是不是？当废纸，当垃圾了，把它扔掉。忙活够呛，没少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。那这人不是我说的，常常学习呀，可以一个月学习一次，是吧？一学习40多天50多天，累的筋疲力尽，弟兄姊妹累的，是不是？累不累？一会儿分心会，一会儿号角行动，一会儿祷告塔，一会儿祷告塔山，你来吧。因为不借着这些左一次右一次的这些行动活动，没有人奉献。活动越多，奉献就越多，奉献越多，我就越多得利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都给谁赶网了？撒旦。都给撒旦的才艺赶网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都给他们奉献的，我是立位人，我当那的十分之一。你是混不混蛋呢？混蛋。啊？混不混蛋？混蛋。这群人就往上奉献，十一奉献啊！往奉献。那掏净啊！不掏净回去出门了。车祸呀，都得掏净啊！一分钱，一分钱也要拿过来。是不是牢笼的？是。
是被欺骗了？是。上鬼的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上这么多年的鬼的当。你这有根本的问题没解决。是。这是根本的问题啊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。灭亡的问题没解决，罪的问题没解决，是不是？是。罪的公价就是死。看着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这件事没解决。神的羔羊来了，你的罪没被解决，你奉献多少有什么用？没用啊。你奉献多少有什么用吧？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你的罪孽没被除去，使劲奉献，你使劲跑，你跑得越欢越好，是不是啊？说白忙了我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再看啊，从前亚尼和羊皮，亚尼和羊皮是谁呀？啊？专门抵挡真道。抵挡的。怎样抵挡摩西？是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？这等人也要怎样抵挡真道？抵挡的欢呐，就像要死了改肠那时候的抵挡。你看有的人在网上，你给他发圣经，他说圣经也不对，圣经有矛盾，那你还要抵挡真道干什么呢？你还信耶稣干什么？圣经都不对了，你还信耶稣干什么？就像要改肠，人要死那时候反肠一样，人要死前都反肠，你信不信？就这一群人都跟那亚尼和羊皮一样，抵挡真道。亚尼羊皮啊，他是专门抵挡摩西的。那这群人专门就干什么呢？抵挡真道。他要不抵挡真道，觉都睡不着啊。他晚上就会魔鬼在那里边鼓动他。你抵挡真道，抵挡真道，你是我差役，你抵挡真道，他不由自主的他就建了个群抵挡真道。专门干这个事儿的，他越抵挡福音就越兴旺，他越抵挡这个救恩传的越广，因为借着他们的抵挡，上帝就利用他们的抵挡，把王耀浩这个名字先传出去，借着王耀浩大伙一点王耀浩的名，把耶稣的名字给扬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把这救恩扬出去了。其实呢，神是变相利用他们。埃及王法老越逼迫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越生。你不信你去试试看，叶平，告诉那个就那个两个收生婆来，啊，生男孩就掐死他。告诉施弗拉和普阿，你俩要见着生男孩子就掐死他，存留女孩的性命，一切男孩子都不让他活着。施弗拉和普阿是敬畏神的人，是是，因此就撒谎。我想存留希伯来的男孩子，那是撒谎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撒谎是真话是假话？假的。子民听清楚了吗？施弗拉和普阿是撒谎得蒙上帝敬，得蒙上帝赐福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敬畏神，你看撒谎成为敬畏神了。法老王问：“你怎么不把希伯来的男孩子掐死呢？”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记住吗？他说希伯来的妇人和我们埃及人的妇人不一样，他们的女人不一样。他说他们的女人强壮，我还没等到地方，他们就临盆就临产了，就生下来了。你说是假话是真话？假的。假话。犹大说，基督就在那克西马尼园，你们去捉他吧。真话是假话？真话。真话呀。所以什么叫好行为？什么叫好行为？啊，也许的人
叫人们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，就得好行为弄清楚。好行为不是世上的标准，是的，好行为是神的标准，是对，敬虔是神的标准，是拿好行为当成，拿世上的好行为当成敬虔，你正好是在翻道了，是，你正好在翻道了，是，你跟道正好是违背的，对，你跟真理正好是违背的，对的，你看那是好行为吗？明明的，那喇合明明的，她是个妓女，是不是？就住在城门边上，离城门很近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最后呢，探子来了，他家里谁都去，是不是？妓女嘛，谁都去，只要是男人都往那愿意往那里钻，这两个探子也不例外，又跑他家去了。他家是最危险的地方，那个眼目都得盯着他家，谁进去谁出来都能看着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两个探子上他家，上他家，喇合就把整个耶利哥的城都反映给这两个探子。喇合也是收集情报的，是最准确的。因为不论是耶利哥是什么，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王啊，还有下边那个臣民呐、啊，还有百姓，很多的人都到他那，因为他是妓女啊。他要收集情报，收集的准不准确？准确。他说：“我们这里早就听到，你们以色列人有神的同在，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，一路上所遇见的西宏王，是不是？恶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怎么杀败西宏王的？怎么使红海？”对的，什么在旷野中间杀败亚玛力人的？我们听见，我们这所有人的心都消化了。这个信息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重要。这个信息就鼓舞了以色列民整个进迦南地的一个气势，是不是？是。就鼓舞了他们。所以呢，他就从这一个妓女口中得到了迦南地的一切的这个情报。那么现在来了。现在这个来人搜他家，是不是？是。搜一搜了，听说你家来两个希伯来的探子，是来了走了，已经出城门了，往东走了，快过差不多过约旦河，你再不撵他过约旦河，他们就开始赶把他杀掉，可别把这个信息传给希伯来人，那我们就完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回来了，他把那个两个探子藏在那上面马街里头，等来搜的时候没搜到，他说没有，他说没在这头出去，谎话是真话，谎话，叫人们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在耶和华监察的日子，归荣耀给神，这行为好坏？坏，按人来说是坏。你肯定理解不了，是好的，你肯定是接纳不了，这是好行为呀，是不是？卖国呀，把耶利哥城卖给谁了？希伯来人，卖国呀，你卖钓鱼岛去，你卖完了，国家就把你就抓起来，是不是？最低给你无期徒刑，最重的是枪毙你，而且是示众枪毙你，因为你是什么？出卖国家领土。卖主卖友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喇合就干这个事儿，喇合就干了这件事儿。是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人的思维和神整个的真理是相对的，你信不信？信。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就走来走去就疑惑了，就掉到你自己思维里头，一旦掉到你自己的思维里头，你正好你的思维跟神的真理正好是相对的，所以你就许多的矛盾。当在这矛盾中间，如果立即不从你那里跳出来，你就会走王叔的路。对，你不信，你看看试试看，你就走他那条路。他那条路我哪走的？是我。你就开始竭力的抵挡，竭力的，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抵挡神。其实你不是抵挡神，你是在抵挡神。是，你就开始要平衡道了。你看见别人行为不好，那这道就得平衡一下。不看那行为，没有这反应；一看那行为，就要平衡道。
你刚才行为那么不好，这道你不能这么讲啊，不能专讲恩典呐、啊，也不能讲恩上加恩呐、啊，也不能讲本于信以至于信呢、啊，你得改一下子。这一改改没改完，改谁的命了？改掉他的，把自己命给改。听没听清楚啊？清楚。谁胆大妄为堪，敢改神的话？那话他没有是而又非的，没有是，然后就但是，没有这话。你改什么？平衡什么？哪有平衡啊？这到底你得平衡平衡。你要不平衡平衡，人就会任意妄为了。主他都不信，他要改一下道。是你平衡能起到作用，还是圣灵内住能起到作用？圣灵内住。神的灵有没有能力？有。能力的灵，谋略的灵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进入到你心里，你就会敬畏耶和华。是。这位能力的灵进到你里边就能改变你，你也有能力。是。这位谋略的灵进到你里边，你就会有谋略，有聪明，有智慧。阿门。你改什么？你看这相对的他的行为不好，我就要改改道。上帝道，正因为他行为不好，上帝道能改他。对，不是改道，是改他。是，好不好？好。多半是在经历中间就要改改道。你一改道，你已经落在危险里头了。是，对，改。是不是？你改什么道？他行为不好，他来信耶稣的。是。耶稣才能更新他。你行为好，你危险了。对。你落到危险里头。因为你要改道了。对。你行为不好是满出来的，他行为不好他是就是这样，那救人就是那样。对。他行为不好，上帝的道就可以改他，就可以更新，是不是？更新他就可以脱旧的穿新的。他不好才好呢，你好才不好呢。是。听明白吗？他坏才好呢，你不坏才不好呢。这就是神的道，神的道，他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能用得着。是，不好的人才用着耶稣，你好人不用耶稣了，所以你坏了。这真理就是真理，是不是？是，也不是我发明的，是的，也不是我创造的，是的，这就是真理，真理是用人的思维没办法改变的。是谁改变真理，上帝就改变他的命。是，要他命。对，这么多年谁改真理能逃脱上帝的审判？没有。抵挡真理的，抵挡上帝的救恩的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，是不是？对。抵挡真道的，最后他的结果是最不好的。是的。上帝会报仇的。你改了上帝的道，上帝能不报仇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详细的查看圣经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能因为相对的去改变绝对的。不能因为人相对的临时这个肉体出现任何的毛病来改变上帝的旨意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就成功了，那你在主的面前你就赢了。有人输就输在这个地方，一凭眼见马上改变里边的，用暂时的改变永恒的，用眼睛见的去判断眼睛看不见的，这行吗？不行。这是绝对不行的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叫圣经，叫神自己的在我们中间说话，他会一个一个的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我说的，你这么信你就得胜了，你要不是这么信你失败了。所以这群人被牢笼的，天天被捆在那里头，使劲学习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始终不能明白真道，一直到永远不能明白真道。不明白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是被道抓住的，你是被那些牢笼的人抓住的。你听信人的话，没听信主的话，所以你永远不能明白救恩。是的。
把老祖宗遗传、老父荒谬的话和世俗的空谈拿过来当真理守，守多少年？你要用耶稣宝血，不能一次洗啊，要多次洗，而且厚厚的洗，老祖宗的遗传，是不是遗传？是，但这个遗传很难拿出去。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，你就来干。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，啥时候犯，啥时候洗。你这能进去天国吗？不能。你信一百辈子，你不白信吗？是是。你得看看这话是不是圣经的话。今天我就要推翻这些话，说这些顽固分子、撒旦的猜疑、竭力的维护自己、竭力的抵挡。你说那对，是圣经也错的，我这个不是圣经也对的吧？竭力的为自己辩护，竭力的抵挡。竭力的先恶人先告状，先把王一浩先送进去一端啊！大伙看那个一端，一端，他这一说一端，他把我这个名字抬起来，把我这名抬起来。大伙说这都是一端，这真是一端，一端在哪呢？我得看看一端在哪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我想看，人心里马上想看，一点开看，不是一端。那现在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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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他们牢笼那群人一个一个出来，出来说。他们都说你是异端，我们的领袖都说你是异端，我这一点他干不是异端。我对不起，从前我也跟他随口说你是异端，我说对不起你了，对不起你，一个劲跟我道歉。我把我的网络的法打开你看看，就这句开始盯我异端，现在向我道歉的人，你看他们是不是被牢笼的？是啊，他自己都没看，人说异端，他说异端。你说兔子是猫，他说是猫。你再好看看，那是猫吗？差不多少就行了呀。猫，兔子跟猫一样吗？兔子尾巴长，尾说尾巴短，耳朵长，是不是？猫尾巴长，耳朵短，颜色也不一样啊，差不多少就行呗。兔子吃什么？猫吃什么？吃老鼠是不是？他就把这个就混在一起去了。现在就是什么像，他就往一块靠，只要像就往一块靠。人的意和神的意有没有点像？不像。有像的地方，不然人不能去弄它。真钱和假钱有没有点像？有点像。有点像啊，他不然他不能往一块靠啊。真金钱和假金钱有没有点像？有点像，他装的像啊，猪鼻茶大葱啊，硬装像的，他很像很像的，不像他不能往外靠啊。但这真理就跟你认真假钱一样，一定要认清他真钱假钱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管他那个兔子怎么叫的，你都不影响你种豆的。你尽管种，那兔子在那山上那么叫，你吓得别种豆。今天春天，千万别种豆，有兔叫。种豆不都叫兔子吃了吗？别管，狼在那，你别管，尽管养你的猪羔子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别听狼叫，今天明明想养猪羔，不敢养了，就叫狼给叼去完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听叫声就完了。是，对，往往那些假的都先叫。是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他就靠吼叫吓破你胆儿，不叫你听真知道，不叫你去认识真理，不叫你追求在基督耶稣里敬虔，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呀。你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你想好你要受逼迫吗？想好了。你想认真的查考圣经，肯定有人逼迫你。是啊。你稀里糊涂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叫什么呢？糊涂庙糊涂神的呀。你那么信，谁不管你？在网上没有一个人攻击佛教的。对。你给我找。没有。攻击我的多不多？多啊。多。很少有攻击东方闪电的。是，攻击我的多不多？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
一定是受逼迫的，是吧？犹太人牢笼着整个的多少年？犹太人被罗马人牢笼多少年？有没有一个起来反抗的？没有。耶稣一起来要拯救他们，传救恩的真理，传纯正的天国的话语，定死他，定死他！凯撒是我们的王，我们没有王，我们王的凯撒就开始逼迫耶稣。凡立誓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，都要受逼迫的。是的，阿门。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要有一大批人被这些人杀害。你不怕的。历史历代都有一大批人被这些人杀害。谁叫你传正道？你传正道，人都得救了，怎么办？地狱的谁去？杀不了身体，杀不了灵魂。是不是啊？他们是怕你上天堂，因此呢，他们才用这种方法，用什么？用假道混乱真道，用假敬虔充当真敬虔，用假的真理充当真的真理。他不这么做不行啊！不这么做，他就没有地方可站了。是啊，他为了立足，叫自己不成为边缘化，叫人们都拥戴我，叫人们都拥护我，叫人们都攻击我，所以我不得不昧着良心说话，说昧着良心说话。嗯，他们不是没有查考，有的人也在点我讲道，有的人真看了，看了那个什么，这真不错呀，这都是查圣经，怎么能说是异端呢？有人就这么说的。但咱不能够说它不是异端，咱要说它不是异端呢，那咱们从前讲的都翻盘子了，翻咱们自己呀。咱们在众弟兄姊妹面前，这脸往哪放呢？听，现在他们是放不下什么，所以硬撑着，硬什么扎着胆子打出来，王耀浩是异端。基督徒信耶稣了，耶稣就除掉他的罪，是错的。耶稣是除罪的羊，是错的。一次除罪，这是永远，直到永远都没罪了，这是错的，是不是？耶稣保险一次洗是错的，得多次洗，永远有功效，啥时候犯啥时候洗，是不是？就把错的和对的给对立的。下面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，很少看圣经，只能在那里听，所以就在这随帮唱影的就跟着一起起哄。一个人喊何塞纳，大伙都喊何塞纳，何塞纳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一个人在喊定死他，定死他。下面就一起开始喊定死他，定死他，留着他没用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就用这种方法来混乱，越混乱越好。他们是在这里搞混乱的，叫他们从头查一段经文。你打哥罗西书，你看下面除了我讲的道，下面还有谁讲的？你打腓立比书，你看下面还有谁讲的？你打以弗所书，你再下来看还有谁？上百度里你这么搜一下，你就打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罗马书，就打，看有下面有真正查经的，有传派圣经查的吗？没有。那些长老都哪去了？那些牧师都哪去了？他们为什么不查经？还能把我定成异端放在那上面去？啊？你不要忘记了，他把你定成异端是把你的名字举起来了，他把耶稣定十字架是把耶稣举起来，从地面上举起来了。啊，你明白吗？人子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归向。他举起来的，他是以反面的，这是，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，相反的，耶稣真是犹太人的王，是真犹太人的王，是不是？是。把耶稣举起来，在上面写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正好耶稣就做王了。阿门。耶稣在十字架，他拿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也没有五马分尸的方法，就用钉十字架的方法，正好那十字架就是耶稣做王。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儿？是不是啊？是。
是不是耶稣做王了？是的。他把耶稣一钉十字架，正好地和天就形成一个王，中间一个十字架，是不是王？是。再把牌匾挂在耶稣十字架上面，就变成主了。这就神就借着人，借着不法之人，暗示耶稣是王，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。嗯，不举的人子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归向神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不举你，他不举你，别人看不见，一举见别人就看见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不反对，别人不知道；他一反对，形成两下对对照。别人马上把就把这个人就突出出来了，他一是反对你就突出这个人来。从前你可能不认识陈独秀，当有人反陈独秀的时候，你马上知道陈独秀了。你信不信？从前你不认识林彪，当有人反林彪的时候，你马上就知道林彪是谁了，是不是啊？从前没有人认识王耀浩，当有人反王耀浩的时候，很多人认识王耀浩。啊，认识我不算事，借着我的口认识神，这是最终的目的。是的，这是上帝天父设计的目的，早早就计划好了的。就借着这件事，借着反面传正面的，借着抵挡的人把耶稣的名声扬出去了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就是为了扬耶稣的名声，借着这些反对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名，耶稣未定十字架的传福音的时候，谁也不在乎。那时候耶稣福音也没传到外邦。等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扬出去了，一下像种子一样扬到世界各地。耶稣说了这话：然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他仍旧是几粒？一粒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好的，这时候就扬出去了，这子粒就扬出去，散发到世界各地。一个蒲公英，他说不死了。他这一求求蒲公英那个子粒就不能散发到地面各地了，等他死的时候刷刷刷都干了，干了之后呢，蒲公英那个一个蒲公英那个子粒上面有一个绒绒，你不信你细查看一下，有绒绒，风一吹那个就像降落伞一样，风一吹就飞了，飞到全世界各地，哪个地方都有蒲公英。怎么来的？传的。怎么传的？死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攻击我才好呢，攻击我证明我是主的仆人。阿门。他只要不是母鸡就好，他攻击随便攻击，是不是？他攻击的越大，散发的越广。是。风来的越猛，蒲公英散发的就越远。阿门。是不是？这粒子粒就飞得越远。你信不信？信。雨拍的越猛，蒲公英的籽粒扎那个土里扎的越深。最后它就长出来，不拍也不行，就在地面上，它永远不能结果，不能发芽。雨咔咔，先风吹，后雨咔咔，这么一打大一点，把那蒲公英的籽粒拍到地里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长出来什么呢？蒲公英。茂盛的蒲公英。风和雨对基督徒来说是好事。是的。对不对？对。真敬虔的人不要怕风和雨。不怕。风和雨雷电这都不可怕。是。是吧？就是上帝要叫诸多的子粒都扎到地里去生根发芽。阿门。这是生命将要萌发的一个前兆。这是黎明前的一个前兆，这是曙光马上就要来到的一个前兆，是不是？这是福音将广传的前兆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了，是福音要遍满地面的前兆。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要结出许多子粒的前兆。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麦子，为耶稣的缘故，为了天国的一粒种子都要落在地里死了，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是的，被人攻击不可怕。是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攻击你，你退缩了就可怕。对。被人侮辱、被人毁谤都不可怕。对。但
辱、被人毁谤的时候，你妥协了，这就是很可怕。是的。你看看这么多人都毁谤我，耶稣起初就一个人传真理啊。对。毁谤他的人成千上万的。是的。他没有因为毁谤就妥协了。没有。他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对。他把这只真理的种子扎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，叫每个弟兄姊妹把这个真理的种子都要存在自己的心中，最后落在地里死了，散发出许多的真理的种子。就为真理、捍卫真理而舍命。阿门。就为捍卫真理而舍己。阿门。丧掉自己的生命。阿门。所以不用怕，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呐。这信是最关键的。对。信是你将来生命散发的一个前提，一个黎明前的号角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阿门。不要受周围一切环境的影响。阿门。是的。你既然吃定这道，你已经承认了。你起初那个时候说这道是真的。当神给你这样的意念的时候，你就应当把这个意念一直持守。阿门。一直持守到耶稣基督来。阿门。别中间有人说不对呀，那是不对吗？你把你前面的这道是对的，神在你里面说的话就扔掉了，把人的话接进来。不可以。对不对？不对。这群妇女担负着罪恶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就极力抵挡真理，这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犹大书。这群人自古以来是预定受罚的，他非得这样做，他不这样做，恶人要灭亡，先叫他猖狂。他要在灭亡前，神叫他猖狂一段时间。犹大书，找到吗？我们先从十节开始看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。对。他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要知道啊，这圣经书他们在网上一搜啊，他们都能讲出来。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这都能讲。你上网上看他讲到，那题目都是错的。你看他们讲的东西。是啊。他们讲的东西都是错的，题目全是错的。那道，圣经神赐福的饮食。明明保罗说新鲜大百物都可以吃，是他说圣经中神赐福的饮食，这题目错的是假，是对的，错。这叫大名鼎鼎的讥讽文，就讥讽文呢。圣经中神赐福的饮食，药疗法讲的全是社会上的问题，这样对内养，这个食物对内食物养生，跟潘先生学习，他说这不是传道，这根本不是传道，传生活。我就想起主耶稣说的，从天上来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从地上来的是无地的，他说的话也是属于耶稣。啊，是的。咱们今天传道是传生活，传道传药疗法，这样对那样人吃的，不能那豆腐和那个菠菜不能在一起炖吧，致癌物质啊。像不了，别人像还好说，那基督徒一个一个下降病号出来嘛，那不能吃了。今天中午是不是豆腐炖菠菜？吃没吃？吃了。得没得癌症？没有。你说这些人简直糊涂透顶了，就跟着药疗法，这吃这个吃那个。神给赐给的，待着在皇宫。是不是？是啊。吃什么都没事。对沙德拉、米萨和亚伯尼哥。
来一比，在皇宫中间这几个少年人吃什么都没事，在乎上帝不在乎你的食物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想吃你馋了你就吃，对，馋肉吃，馋蔬菜吃，对，馋白菜吃，菠菜吃，对，豆腐吃，凡物都吃，对，在饮食上专一的人从来没得到益处，我就吃这样，别吃那样，是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就不吃，你饿死没人管，好，休息一会儿。